来，掌声。台南新化环保教育站多了新成员，就是两辆全新环保车。咱去再回收的时候，咱的车都去故障地啊，修理工厂去甲咱修理，修理了伊就甲咱讲，啊，你车歹啊，爱换新的啦。环保机关开旧车安全性较无遐好嘛吼，啊，所以呢，伊看到足感动的。伊就发心讲，安尼好啦，伊来捐一寡环保车，互咱使用。上人的理念吼，我真非常认同啊。因这个环保菩萨吼，我较敬佩啦。咱是借咱小小的一点力量而已。哪一边到某地方吼？志工邀约民众竹筒回娘家，响应全球防疫共善。足感动，安怎讲呢？我就是看到大家都认真，吼，啊，都用心。大家是一个心意啦，吼！大家透过一点点小小的心力，吼啊，共善，吼，哎，能呼应更多更多人，吼，哎，人来响应。啊，伫只大家有偌济心欢喜的菩萨，拢是伫只大家菩萨涌现出来。环保教育站汇聚众人善念，志工也为资深环保志工庆生，感恩大家的默默付出，守护大地。大爱新闻郑善美志工黄秋慧、梁炳清，台南报道。